喜欢我这种个性哎、欸。像之前就会很多人说，干法律系就是这样啊，什么都要跟人家辩论，他妈的。对，可是我就是喜欢，我就是喜欢，我喜欢就是你有什么想法你就讲出来的人，不管那个场合是什么，不管这个人是不是你的朋友，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子，然后对方就生气？但是你把你最真实的想法表达给我，我就觉得是对我最大的尊重。哦，对，那你很特别，我很特别，嗯。